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安。你几岁了？我六岁了。天气怎么样？下雨了。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一。再见。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。一起出去吧。好主意。你会跳吗？是的，我会跳。你跳舞跳得好吗？我不太确定。别担心，跟着我做吧。这样吗？对。你有宠物吗？没，我没有。你呢？我有一只猫。真羡慕你。我也想养一只。你想养只什么？我想养只小狗。为什么喜欢养它呀？因为它可爱。你有姨妈吗？我有。她做什么工作？她是医生。真厉害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做一名歌手。你呢？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。听起来很棒。让我们来玩猜谜游戏吧。我先来。猜猜它是什么？是什么模样的？它是圆的？对，它是圆的。好像是个球。没错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好的。你会拉小提琴吗？我会拉小提琴。你能演奏一下吗？好的。不要害羞。我会努力的。真的很好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真为你骄傲。你很忙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摆饭桌。我来帮你。给我叉子。给你。把叉子放在饭桌上。做完了。谢谢。别客气。一起做水果沙拉吧。剥掉橙子皮。把香蕉切一下。
把酸奶倒一下，搅拌一下，把它放在盘子上。做这个很有意思，好吃，对身体有好处的。不要挑食。你从哪里来？从美国来。是美国人呐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你能帮我吗？我迷路了。我来帮你。公共汽车站在哪里？在那边。谢谢。